好不好玩？还有什么？有没有做饼干？有做饼干啊。还有一季度还没来。真的。还有一季度还没来。真的。嗯。啊，那它叫什么名字？兔子叫什么名字啊？有没有名字？有。是不是叫兔兔？有，我有来听，你就那个这个。哦，它是。真的、哦，嗯，还有呢，你有没有游泳？今天有啊，去游哪里游泳啊？去那个小巨蛋。小巨蛋呐、啊嗯，有没有很棒？有很棒、哦。给你这个，你教这个。好，我要看书是不是？嗯、我要念是不是？嗯、要上。这个主教就没路的。是什么路？围路转就是有一个是围路，四围路哦，有一个是四围路啊。那我们住哪里呢？住那个水晶旁边，就在这边就到了。真的、啊，在那边就到了、嗯。那你怎么去上学啊？走到那个四围路旁边就有小学校。哦，真的、啊，就有小学校。你是不是坐捷运去呢？没有坐计程车。计程车、哦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。你要给我啊，你要给我看，好，给我，谢谢。来，我拿好不好？给我拿。你要拿。好，谢谢你。